洗。今天呢、是智能家居的第五集，刚好有一些东西到货。今天我想要跟各位分享有关于智能灯泡、智能电灯、智能，反正有关灯泡亮会亮的东西的一些解法。差点破掉。这个是一般啊，最常你会看到家里电的接法，110的电进来，然后经过灯，然后这个是最传统的灯座，这个灯座叫做127，这边有个开关，叮当叮当，这样就是一点都不智能。总共啊会有三个方法让控制电灯会更聪明。我先来讲一个最简单的，就是直接换灯泡，你所有的线路都不用改。这是米家供应链飞利浦的智能灯泡，把它锁上去，打开，关起来，打开，关起来。我来试一试，小爱同学，我在，帮我关灯泡。来，这样就关起来了。好的，为你关闭了一个灯。这时候还是一个通电的状态。那如果你不想用智能的方式控制它，其实你只要把开关关起来，再打开一次，它一样会亮。小爱同学，我在，帮我关灯泡。设备当前是关闭状态。反应有点慢哎，它还没有把它亮的状态穿上去。小爱同学，哎，帮我关灯泡。好的。为你关闭了一个灯，怎么去精准的控制它？我上一集智能家居4我有说过，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。同时啊，我也要说说这第一个方式啊，最大的缺点啊，就是假设你有很多灯泡，通通在同一个回路，你每一个灯泡都要换。比如说你有5个灯泡都并联在同一个回路上，不管你要个别控制，你要一起控制，还是怎么样的，你要换5个灯泡，因为每个灯泡都有 WiFi 的晶片，智能的系统，所以你换起来的成本是比较贵的。我来说说第二个方式。第二个方式呢，就是你可以在回路的中间，就是这个位置，你可以买一个智能的开关去控制这个电路。这个应该不是开关啊，这应该叫做插座吧，智能插座，透过 ZB 去控制这整个回路，这时候就可以达成不需要换电灯，只需要把中间的回路加了一个智能的插座就可以改变。有副螺丝，它就是一个简单的开关，后面没有任何的电路了。你可以用送的双面胶把它粘在任何你想要的地方，也就是现在这个样子，透过开关去控制智能的插座，不要去改变旧有的开关，一样可以达成一次控制很多电灯。如果是 LED 的灯泡，控制10个灯也没有问题。第二个方式的优点呢，比第一个方式当然就是不用把所有的灯泡啊都换成智能灯泡，你可以省很多。它的缺点呢，就是整个感觉不够智慧，因为你干嘛多做这一个？哎呦，怎么又亮？第三个方式呢，就是不要这一个，中间啊也不要智能的插座，都不要。直接把这个传统的开关换掉，换成智能开关，就是这一个，就是这一个，它后面有电路，这个啊才是比较根本的解决之道，因为它可以当实体的开关啊，然后也可以当智能的开关，很方便吧。我现在换好了，我把这个换成传统的灯泡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可以了。这样的好处啊，就是你一次可以控制很多电灯，而且再来啦，你也不用再装一些有的没有的。然后其实小米的这个开关还蛮漂亮，不过它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？第一点就是，这是大陆的规格跟台湾的规格不一样。下面这个是台湾的规格，它有一个名称啊，如果知道名称啊，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因为我有点忘记了。不过反正就是两个规格不一样嘛，所以在装潢的时候啊，你必须要考量到它的大小，提早买一些属于它的一些插座的插座壳，这样投具在做的时候啊，才可以把大小啊做得准确。你只要在淘宝啊找86型的暗盒，就会找到很多。我蛮推荐在公牛买的，一格大概就10几20块而已。在水电师做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把它藏在里面。很多的木座啊是不会再藏暗盒在里面的。这个叫明盒，通常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用。如果你是新装潢家，一定要装暗盒，比较美观。
我讲完第一个麻烦的就是形状不一样，第二个不一样的点呢就是 ZB。 现在大部分的开关啊都是走 ZB， 这个灯泡是走 WiFi 的。那什么是 ZB 呢？我觉得我还是画一张图好了。这个是小爱同学，然后这个是路由器，他们两个啊共通的语言啊就是 WiFi。 这是飞利浦的智能灯泡，它也是听得懂 WiFi， 他们是可以做双向沟通的。有另外一种语言叫做 ZB， 智能开关。比较常看到的，比如说你的门窗的感应器，再比如说呢一些智能的插座。一般的使用者啊，对我而言啊 ，ZB 跟 WiFi 没有差别，我管它用什么协定，只要有讯号就好。可是它有一个最大的优点，就是它很省电，它的功率比较低。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优点，我就不多说了，因为真的太复杂了。它的省电的好处呢，就是变成说，你有些装置啊，不需要在外接电源就可以用很久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门窗的感应器，就是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，因为你这个东西啊，一般在家里在施工的时候，它大部分都是在没有电的地方，所以你在施工的时候呢，当然是能直接贴上去，然后可以用很久，当然最好。这就是 ZB 的优点，省电可以用很久，其他的太复杂我也不想管。所以重点就在这了， WiFi 跟 ZB 是没办法做沟通的，这时候就需要一个网关。这个网关老实讲我觉得有点多余啊，因为后来其实有出了一些东西啊，也有网关的功能，比如说有一个叫做空调伴侣哦，也是有 ZB 的功能。而且再来有一点啊，我觉得这是他们行销的手法。为什么小爱同学我在，你为什么不支援 ZB？ 等待支援中。其实我认为啦，直接把它做在小爱里面，或者我有上网稍微查询的 ZB 的路由器好像有，就是其实把它整合在一起是比较方便的。不过既然这样子也没有关系，其实网关啊还有其他的作用。这个包装感觉蛮漂亮的，这个就是网关。你拿到的时候不要太难过，因为它的插座是这样的，所以必须透过转接。所以呢，它就是扮演这个角色，当然就是沟通两边的桥梁。如果你跟我一样啊，喜欢买大陆的一些家电啊，或者小米的东西，你在新装潢家里的时候呢，要多买一些像这样的插座，这样子才不会有问题。可孩子们，又过了隔天，我终于设定好了。这个敏佳的智能网关我也成功新增了，这两个 ZB 的开关呢、啊，也都已经成功跟它对上了。整个设定来讲啊，真的非常简单，你不用太担心。现在呢，开灯的方法变成有四种，第一种就是这个电进来原本的实体开关，第二个就是我已经设定好这个无线开关也可以控制。这个通常会发生在什么状况呢？就是比如说你有个楼梯，你上面也想控制，下面也想控制，可是你上面没有拉电路，你只要装一个开关也可以控制。按一下，有没有？它也开了。再按一下就关了。第三种就是用你的手机，我来试给各位看。打开，关起来。最后第四种啊，当然是最方便的，就是直接用小爱同学。小爱同学，帮我开开关。同学，有对象的有对象，结婚的结婚。小爱同学，我在。帮我开开关。你有墙壁开关 ZIGBEZE 双键版和墙壁开关 ZIGBEZE 双键版，你想操作第几个？我想操作第一个。没问题，为你打开了一个开关。你看，这样它就打开了。当然，我可以把它设定的更好，就是直接去指定去开它。我上一集有教，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上一集。这样子就是非常方便的一个系统啦。其实大陆在这块的发展真的非常的快，真的买起来也非常便宜耶。我希望今天整个控制电灯的方式啊，大家能够了解。今天影片结束啊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老爸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5点准时发布影片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Heart's desire. I just wanna love you, just wanna hold you, just wanna be with you till we grow old. Please tell me you'll stay or take me away. I want you for myself every single day.